首先恭喜 Love360 榮獲香港最受歡迎品牌2014的推薦品牌。 Katie 你好。你好。我想問一下，為什麼會有 Love360 這個構思的呢？其實因為都市人生活繁忙啦，咁佢哋就好難去揾到自己嘅另一半喎，咁其實就引申咗好大嘅需求啦。咁我哋 Love360 咧就希望迎合佢哋嘅需求啦，咁就應運而生咁樣咯。咁我哋就開設咗一間 Speed Dating 公司。哦，我知道咧，你哋 Love360 都好特別嘅喎。係啊，咁除咗咧我哋會搞一啲 Speed Dating 活動之外咧，我哋係會為客人咧做一個 profile， 而且喺佢哋嘅 profile 裡面，我哋會加入一啲個性評估啦，從而幫佢哋更適合咁揾到佢哋嘅適合嘅對象嘅。喺電影橋段入邊咧 ，speed dating 同埋 table for six 好多時都好形式化噶嘛，真實嘅情況係咪又係咁嘅咧？我哋都會有一啲一對一食飯嘅環節，但係當中咧，我哋都會加插一啲遊戲嘅環節嘅，咁令到客人可以更加輕鬆去認識佢哋嘅另一半啦，而且從遊戲當中咧，我哋可以更加了解到對方嘅個性。咁而我哋所有嘅活動咧，其實都會加入咗我哋客人嘅興趣啦，咁由佢哋嘅興趣去規劃呢啲咁嘅活動嘅，令到所有活動都更貼心，營造一個好舒適嘅環境俾佢哋去enjoy 識新朋友嘅機會啦。哇，果然係一個好貼身嘅服務喎！再一次恭喜 Love360 榮獲香港最受歡迎品牌2014，恭喜曬你哋，恭喜曬，多謝曬。